放眼未来，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铺平道路，冲击波，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哦，这胡臭蛋是真的恶心啊！这胡臭蛋。今天战况如何？今天还没输啊，峰哥。目前全胜。我昨晚被倒下了，南枪来的是时候啊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强力一击，打分一下他回家，让他掉点兵。他直接回去的话，我要亏了。这刀被拿了个一血，但是他这波掉了几个兵的，这波回枪被打断了。但是他这波出来，我应该打不过他。铁子加护甲，升个四级，这个小兵升个四级。不像非要跟我打，三级打四级，哥们你是有多头铁啊！不行，他一的是真的太绝，而且没什么思路。他没闪，这刀妹轻松拿下，轻松给他，轻轻松给他拿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一千不必守吗？不要必守，要出金石。狂妄什么时候出？我不出狂妄。对，必须给他爆杀。先给他骸骨破掉了 ，A 一下破了骸骨，然后他这不会 E 上来，会 Q 上来，让他 Q 个小兵直接给他杀了，那用完 W 先给他拍一下，让他 Q 走，他来人了，来人我要一起拿，连那个人也杀了，这不。我以为是男枪，他会直接交 Q， 他不直接交 Q 了，他 Q 应该在 CD 第一时间。不然我这个闪现没问题，我的闪现是要躲他 Q 的。已组装，我将照亮前方。因为我在烟雾弹那里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交 Q， 我就直接闪过去了。没事，他也没事。塞尔达现在不要出，塞尔达有点陷阱。塞尔达，这版本暴击大清雨才是真神。人马还行吧，他五级了，一样先 A 他骸骨，先破掉。飞过去。他六级了，有个大招没有掉，我死了。
还好扭掉一了，我去，他这波塔个六级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出暴击清雨，出那个繁信，这波中了一，我就要气，这波不好越的，这波得先 A 他几下再越，得耗点血先再越。越了越，这都交易一下吧。放眼未来，对繁星跟那个打肉的，跟那个巨杀这版本这两个清雨很厉害。会打蛇的确打联盟任何英雄，为什么这样说？ CD 我觉得不缺的，30 CD 刚好够杰斯用。不出魔鞋这版本不要出魔鞋，出新石就不要出魔鞋。你心思跟魔蝎是没有穿甲的呀，这两件装你出来伤害也不会太高啊，因为你这两件装都没穿甲，两件装都没护甲穿透，你对面稍微出点肉的话不好打。这波被那个减速拉到了，打完好歹投钱吧，不然有点机会的，吃到他一了。我想杀他，不为什么？可以呀，无所谓。好吧，好，我肯定带出去。古巨基吗？还好吧，古巨基帅多了。无所畏惧。没有什么。现在这版本第一，因为改后面有蓝 buff 啊，有蓝 buff 后面，不会太缺蓝。后面有蓝 buff， 主要是还有那个火龙魂，的那个 CD， 这版本其实不会太缺 CD 的。大炮已组装，我这波出来我就杀输了，这波出来真杀输了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因为我这波有巨石还有新石了。
他这波推这波线，但是他没闪现的，他不推吗？卡一下这波线吧，连住他他就得死。反正现在才12分钟，我只要在14分钟前拆了那个塔就行。哎呦，你哇，这波没扭掉，没扭掉有点伤。我有个满地掉啊！哼，他那个，你完全充能，把他 Q 过来。哦呀，这波有点难操作，这波的男枪的伤害有点高，他两件穿甲装，我扛不住。主要是这刀妹有点肉，第一时间没扭掉他。第一时间要是秒掉他的话，我连这男枪我也杀了。先打男枪就好了嘛，还好吧。其实打男枪我也杀不了，男枪有 E 还有大招。这刀妹其实她的伤害也是还有。铺平道路。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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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一速，我有一速，我走得快一点。哇，我没吃掉这一塔，没吃掉这一塔有点伤，快吃。这一塔是我吃了就好了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感受雷霆吧 ！Double kill。正在充电。他不消异啊，这刀妹。亏了175，小亏小亏。我伤害这么爆，时刻准备着。他刚上杠，他觉得他很肥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被瞎了，回家出禁忌了。禁忌出来就开杀。对，匕首还好吧，战锤更垃圾。那个人在里面好像，没在没在。
过来黑我个头！电能击到，铲锤时间，铺平道路。 扫的真爽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我玩的真抽象，是不？ 正在充电，为什么没砸中那个人呢？这波玩的有点抽象。 破败出来这么恶心吗？破败出来好恶心啊！我去，感觉他一键破败能打我三键，他一键半能打我三键。 拉回，多少有点抽象了。变形完毕，是时候进行抵抗。你刷点野区，搞个叶子风刃出来。 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哦，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飞人是吧？哇，血猴哥，你倒死都没开出大招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哈哈。我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。当时好像没击
就是刀妹出了个破败，有点恶心。破败刀妹还真恶心，那旁边应该有人。大他！开龙吧！
好像，这是真打的，这个是东西。 又洗我脸，这把给他洗了好几次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服装是固定的。 对，就是出装基本上是固定。三很爆的。 这么多人吗？那没事。还行吧，把龙打了。这波他们不要龙了，不去想着怎么抢龙来搞我。哇塞，男枪的伤害，就感觉枪枪到肉啊！我去。 这 A 几枪，这人马半血没了，有点 gay 啊！这三界装这么恶心吗？最后一件出什么？最后一件一般都是复活甲。 这炮空了吗？他们怎么走那边过去了？放眼未来，还以为这波能攻赢，不打起来。 不出魔钟了，不出魔钟了，这版本不要出魔钟，出幽梦可以出魔钟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它卖了。
总感觉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大的优势打得这么累呀、啊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很大的优势，但感觉打得好累。时刻准备的。还吧，还吧，还了，结束了。要不就等个大龙也行。无所畏惧。还好吧，其实我们团战比对面厉害很多的，只是一直都没团，我们有点在各玩各的。搞他搞他搞他，把他杀完感觉能大龙了，这蓝枪伤害很高的，人马又不来，人马来这不就有了。啊啊啊啊，我去，你是真是人才啊。你是想要故意让我死抢 MVP 吗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难了。这不可能不啊的呀。怎么了兄弟？这不白银看到两个，看到一个半血的，不都懂啊上去吧？等我死了还不啊？联盟怎么登不上，卡着大厅？那种情况我好像没出，就是没出现过，可能要修复一下吧。他想抢 AVP， 他这不行，应该是故意让我死。那我这把就别，那他这把就别想拿了。打得这么累，核心装备星石吧，星石安核心。打得好乱，我们这么大的优势，真是打得好乱。不要说春哥吧，我怕输了没了。这波的蓝枪去哪里了？闪现下来抢了，还行，他就一个人的龙魂，把龙虾秒了，可以了，这。
翻不了，翻不了。只要团就行了，只要团就不会被翻。但是各玩各的，又会难玩。还行，差20分。